血肠。多少酥，太香了。吃完肉啊，今天。今天来个卷发头，什么叫卷发？嗯，也有墨汁的啊。油炸小鸡腿，绝有食欲的双击。油炸小鸡腿呀，给我做一个。老铁们啊，这个视频我调查一下啊，住平房的给个双击，住楼房的啊评论个888，来咱们吃这个啊。嗯，你看太赞了。黑暗料理之八爪鱼，起锅烧油，放入八爪，放点辣椒啊，双击666，妈呀，马上下个视频开吃啊。哦，双击一下啊，刚刚的那个八爪鱼啊，继续吃起来。不粘不好吃。你整一桌子吗？不吧，给我给擦了。这是我吃过最大的饺子，彩色饺子。酸菜馅的，你们喜欢吃什么馅的？宝宝们，圆姐就是这么爱吃血肠啊，血肠又来啦，开始造。嗯，掉了。超级好看。宝宝们，血肠再造啊，接着造。这个视频，如果你们能给我一百个双击的话，老板说明天免费给我吃一只双击。香似意的味道，窑拱烤鸡现场制作，现烤热卖，新鲜卫生。铁砂掌又来了啊！路过的给个双击啊！嗯，看我这铁砂掌，给不给力，造不造型啊？黄膏啊！我啊，惹我就是铁砂掌，效果就这样的啊！继续吃啊，吃这黄，黄特别香。